是北京人的演员之一 Grace 吴俊霖，学院温慧英，陈立阳 ，Majun 陈美君 ，Ruby 迪飞。中秋节到了，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月圆人也团圆，记得要回家吃饭。北京人呢，即将在10月10日开票房，10月10日就开票了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木卡空间的面子书 MUKA Space 去寻获详情，然后希望在12月14日可以跟你在剧场见面啦，我们约你。